妈妈母女情深，豁达不要想我。早上醒来，哎，很高兴又醒过来。本来医生不是讲我说只有活几个月嘛，那三年多以前嘛。对啊。结果我活那么久哦，反正越觉得不想死了。妈妈妈，你这三个女儿，你当中最操心的是谁？操心的哦，应该就是马奎奥吧。我比较操心说以后会不会人家叫他喝酒啊什么。听你听我。对，小孩要听我，我听小孩。你沉沉地睡着，我静静看着你的容貌，听你的呼吸，心跳，忽然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。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。生命的旋律越唱越我其实我心里是想说赶快找个人嫁了吧，来不及啊。他希望看到我，看到他结婚，看到他生小孩。可是我刚刚我跟他讲，我说我这么麻烦的一个人，你干嘛要我活那么久？现在募集会想不要募集啦。对对对，就现在就没有男朋友，就陪妈妈。有时候半夜会跑到我床上，然后睡我旁边。是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爱你。”就这样子。你很少，可以撒娇的时间，我不晓得。我只有跟我妈妈两个人住在一起。如果她有一天不在，我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。我是希望一些很关心我的人啊，或是我的儿女啊，我的朋友。不要想我就好，因为不要想我，他们就不会难过。